独风巨型蜘蛛精尾翅忽然闹蘑菇白鹰吸血鲶鱼天下霸唱原著改编，王俊凯、文琪主演的《天坑鹰猎》将于今日20点登陆优酷独播。剧中，王俊凯突破以往偶像形象，变身天下霸唱笔下最年轻的主人公，机智顽皮、江湖气的北京小营张宝庆。《新京报》专访天下霸唱时，他表示：“就像我脑子里一想到，胡八一就是陈坤，张宝庆就是王俊凯。拍摄动植物、地下奇功最难，还原天下霸唱的作品率性不羁，充满想象力，深受探险剧迷推崇。但是天坑这个概念，还是第一次以主角的身份出现在天下霸唱的故事里。”天下霸唱表示，天坑是地质上的自然奇观，里面会有神秘而独特的生态系统，这对世人来说是未知的存在。天坑隐匿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的神秘世界中。虽然天坑和以往的古墓在名词上有所不同，但讲述的都是人在未知的命运面前表现出来的状态。天下霸唱表示，天坑隐匿也可以看作是少年版的鬼吹灯。虽然主人公张宝庆与胡八一境遇不同，思想不一样，但都是未知命运的挑战者，只是年龄和设定不一样而已。在天坑鹰猎中包含了民间传奇、冒险等诸多元素，在天下霸唱看来，将这部小说影视化的难点有两方面，一是动物、鹰、狐狸、野兽，包括地底下的巨大植物，这些动植物的还原是最难做的，尤其是带羽毛的野兽，制作成本非常高。另外就是地下奇观的再现，虽然文字很好表现，但如果在荧屏上展现出人们没见过的地质奇观，从美工的设定角度就会很困难，这是最大的障碍。故事《长白山之旅》被鹰猎奇俗打动，天坑鹰猎讲述了北京少年张宝庆为了恩师寻药，只身前往东北鹰屯，却因偶的一张古老的地图与地质少年团开启了共同探秘天坑的故事。不同于此前的盗墓题材，此次创作探险题材小说的初衷是来自天下霸唱的一次长白山温泉之旅。那里有一大片原始森林沉到深山的谷底，当时他就觉得这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后来天下霸唱回到酒店，随手翻看当地旅游宣传杂志时，看到里面讲了当地一个屯子有鹰猎的习俗，虽然现在不让去打猎，但作为一个村子还保持着很多以前的旧传统和习俗，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挺深的印象。在那次长白山温泉之旅之后，天下霸唱并没有想过要把鹰猎作为一个题材去创作，只是直觉上感觉到这是一个元素。后来他又跑了几趟东北，听了很多当地的民间传说，觉得差不多才开始当成故事去写。在写剧中人物时，天下霸唱会想起来那是自己十七八岁时候的样子，那时候感觉整个人就是万人嫌啊。天下霸唱说自己的少年时代叛逆很厉害，学习成绩不好，也不听爹妈话。我觉得写一个十八岁的人从少年变为成年人，在成长中经历的过程和变化是最有意思的，人物在成长中的不完美也是天下霸唱认为有意思的地方，十全十美的人物是最好写的，但那种人只是一个符号，好人办好事，坏人办坏事都不好看，一定要有人物的偏差性才有故事，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人物张宝庆就是王俊凯，王俊凯在剧中扮演男主角张宝庆，这是他首部大男主戏，这位95后能否真正挑起大梁，在天下霸唱看来，王俊凯就是命运巧合的张宝庆。天下霸唱在采访中透露，由于自己在生活中是脸盲，所以以前的小说写来写去写了这么多人物，但他从来没对主人公的外貌进行过描写。后来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天坑隐猎之后开始尝试写一些人物的外貌。天下霸唱表示，天坑鹰猎是少年冒险探险的故事，所以张宝庆有少年一代应该有的特质，简单单纯干净炽热热血，
这是王俊凯与张宝庆身上的共通之处，我觉得特别合适，是命运的巧合。天下霸唱认为，与其找一个超龄的演员，不如彻底去油腻，同龄人与同龄人的对话会迸发出更大的火花，才写新京报首席记者刘伟。